陈展鹏同善文由日前举行完婚礼之后，呢日就举行咗个婚后派对，仲请咗唔少圈中朋友出席。大家唔需要咁拘束或者嚟或者唔嚟，但系只不过即系讲真，我哋 TVB 亦都好多兄弟姊妹，因為如果要擺酒咧，即係我諗大家都好辛苦。譬如嗰啲位置啦，係咪？大家覆我嚟唔嚟啦？咁變咗好拘謹啊，即係舒服啲啦。咁如果有開工嘅朋友，跟住個 WhatsApp 就 OK。咁如果有時間嚟嘅，你可以晏啲嚟又得，早啲嚟又得。所以我哋點解今日要九點鐘開始咧？就係咁樣。啱啱做完嘢就即刻趕過嚟嘅黃君興都係啱啱新婚冇耐，唔知你同展鵬邊個會生小朋友先呢？我就覺得梗係阿哥先行啦，阿哥大過我嘛。咁啊，而家係咩咩力壯話？而家年青力壯，我覺得早啲生好啲，跟住即係以後佢又可以同佢嘅小朋友啦打高爾夫球啦，打乒乓球啦，咁所以阿哥先啦，加油，我幫你湊住先。至於有份出席嘅麥明詩同馮盈盈，又準備咗咩禮物送俾陳生陳太啊？心意，錢。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们结婚应该已经要有很多的品牌会送礼物给他们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我送任何东西可能都已经他们已经有了，那实在是太浪费，所以我觉得最实际就是给钱给人情吧。但是呢因为我没钱的关系呢，所以我就用我的心意去补救，因为我们呢是刚刚从就是那个台庆亮灯的那个 show 然后就赶过来的，我们衣服还没有换呢，所以我觉得呢我们这份要倾心来恭贺他们的心意是最重要的。